今天11月13号，然后我们现在来自日本的麦普丁大使塔斯亚要来台湾，他现在人已经在台湾，然后我们跟他约在8号出口。对，等一下还有赵佑也在。赵佑说 I'm here， 然后塔斯亚说 I'm here too， 怎么要赶路？看到了，那边，台湾麦口径大的经纪人，走散，镜头交配，镜头交配。回来之后，快一个月，3个多礼拜了。对，那跟影片做的怎么样？还不错，还不错。为什么你出了3次，我才出1次而已？人比较精致啊。哪有？你们也太快了吧。日本大使塔斯亚桑的翻译员还没到，但是我们有一个台湾的 translator 在这边，句句练习生。我们请他跟日本大使打个招呼。日本大使使出电话盾。日本麦口径大使赵佑，台湾麦口径大使沙尤利酱，沙尤利酱 ，Nice to meet you，Nice to meet you，Good to see you， 沙西布里呢，沙西布里呢，三剑客句句练习生伟伟，他今天也是我们的翻译员，来，那翻译跟翻译来，翻译跟翻译来一样，彼此打个招呼，欢迎，はじめまして、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私の名前は楊天宇と申します。はい、楊天宇もね、楊天宇もね。我们现在要前往赵佑的工作室哦。哦，走吧走吧。我请我们句句练习生伟伟去问一下有没有需要帮沙尤里讲拿包包，因为我看他背了大包小包。伟伟，伟伟。台湾的男生，台湾的男生，白种，谢谢你，哇，谢谢，谢谢，很棒呢，你看。因为呢，我的第一支影片被网友笑说，我跟日本人说，我的西瓜盖德斯，我的西瓜盖德斯。刚问了沙尤里讲为什么会有人笑我这句话，结果沙尤里讲的解释是说，男生要叫オレは，我应该说オレはガイデス。我讲成我的西瓜ガイデス，他们会以为我是 GAY 那个 gay， 我的西瓜 gay デス，所以我是不是在英国一路上都被日本人误以为是 gay？ 所以那个日本人就说。插眼、啊、等一下问他这样想确认一下、啊、对对对，想这样确认一下，是说我其实也没有那么介意啦。好吧，我们过一个90秒的马路，耶、我们要深入赵佑的10号工作室，赵佑的最深处，不知道有没有帮我看干嘛 Secret basement， what the I have a present for you， my book。
他出了书一来就送书给我们。How can I say this sentence？ 教一些基本的动作。综合的惊喜，综合的惊喜，还再给惊喜。增肌减脂，降低增脂。哈哈哈哈哈！你看，你看，你看，你要讲到台湾 ？No！ 增增肌肌减减脂脂，再再加加减健身身，再加健身，再加身身。日本第一健身 YouTuber， yeah， 哦，霓虹一帮 YouTuber， yeah， 台湾一帮，台湾一帮 YouTuber， yeah，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哇塞，日本人出，然后是综艺，有综艺版的，对呀，好酷哦，我回去要好好看一下，我会把它跟 Pita 哥哥的书放一起，我有个健身专门的书柜，对，上面放很多健身的书，很棒。たまに日本語で、たまに中国語で。应该是说，就是有边一边讲日本，一边讲中文 ，mix 在一起。OK OK。Sometimes Japanese, sometimes Chinese. Yeah, yeah.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二十八个动作一口气做完。对对对，所以一定会瘦。你也会，你也会，对对对对对对。哇，这个有点你就太绝。One shot, one opportunity.是我刚刚唐家长讲了一个非常惊人的话，他说等一下我们要拍的影片是连续做二十八个动作，每一个动作做一分钟，中间完全没有任何休息。好，等一下我们是什么？等一下是我们是做二十八分钟，然后组间休息完再做二十八。没有没有没有组间休息，组间休息。对对对，连续做二十八分钟。对对对。
哇，我很厉害。太累了。太远了。太远了。不是这样子而已。在做桑拿了。
原来是因为他穿间歇性有氧，真的也不会像这样连续做28分钟。重点是没有休息啊。对，虽然我们做28分钟，但是这个消耗热量绝对比你慢跑28分钟还要多。真的，这是为什么？因为我们很习惯用等速去做有氧，就是比如说像慢跑，比如说像游泳，我们都是用一样的速率在跑，我们都用一样速率跑，然后跑了28分钟，那你就觉得哦，我消耗很多热量。游泳也是游了28分钟消耗很多热量，但其实。我们身体会有个机制，当你一直这样等速进行游泳的时候，你身体会去慢慢适应，慢慢去习惯，而产生一个就像我们汽车有一种怠速模式。对，车子在跑高速公路的时候，就是它有一个那个叫什么定速模式嘛，它就比较省油。对，啊，油就跟我们身体的热量一样，当你定速的时候，它消耗就慢；当你再去做像汽车在爬坡啊，一直换挡的时候，消耗就很快，就像我们在做有氧一样。所以我们这28分钟一直不断的变化动作，所以就让我们身体没有办法去习惯它，然后真的非常累。大家看一下我的衣服，大家先看我的衣服，再看一下他这样什么。我阿塞大哥，他给阿塞老妹。然后再回想一下，回想一下我们刚来的时候的样子。对，好，等一下我们是什么？等一下是我们是做28分钟，然后组间休息完再做28分钟。没有，没有，没有组间休息，组间休息，对对对，连续做28分钟。对对对对。他这样神圣，他的本意就是在家燃脂减肥，就像他书上讲的，减脂。那我自己做完这28分钟的感觉是，第一个很累，然后流了很多汗，然后很喘。那减脂的效果，这是一定会有，一定会有减脂效果，因为你消耗了很多热量。因为我刚刚就有讲过，这28分钟它不断的变化运动频率，所以消耗热量会很大。慢跑28分钟，游泳28分钟，可能都没有这28分钟消耗热量来的大。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你可能在跑步的时候，你是用等速在跑，但我们在做等速在慢跑的时候，消耗热量就会比较慢慢就会变少，因为人体会偷懒，人的身体很聪明，所以你不能让人体去习惯等速的有氧运动。这是相较来说比较没有效率的方式，
那像卡西亚桑，他刚刚带我们做的那28分钟，就是一分钟变化一个动作，一分钟变化一个动作，你身体根本就来不及适应这个动作。当你很累的时候啊，好像要接受这个动作，马上又要换下一个动作，所以减脂效果是有的。如果你做完这28分钟，那我自己如果平常来运用的话，有氧日我会做，当天要做重训的话，我就不会做到28分钟这么多，我可能就会抓个。挑个几个动作来当预锻炼，比如说我在练卧推的时候，我可能就会挑肩部跟胸的动作 来做预锻炼，那做几个就好，暖身暖开之后，我就开始做我的大重量训练。如果你是有氧日，或者是你想要重训前的预锻炼，都可以尝试刚刚塔斯亚老师教我们的这几个动作。那在他的应该在他的新书上面都有，对，比如说他这边都有箭头指示。骨盆正向，然后脊柱中立，然后膝盖脚尖的位置，然后这边都有小箭头标识，对，讲的还蛮清楚的，而且是 中文翻译版本，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这一本《在家健身》，在家健身，增肌减脂，增肌减脂，出门在外，出门探望，必备好书，必备好书，谢谢，谢谢大家，谢谢，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でなんか台湾人も知ってそうなカラオケの曲とか歌えるのありますか？何知ってるんやろ？あの真夏の果実とか歌えるの？真夏の果実？キャザンの。古くない？いやでもあるんですよ。こっちで台湾版があるんですよ。ちょうど。四六時中も好きと言って。マジの？四六時中も好きと言って。胸の中へ流れて。ダダダダダダダ。シャワー。ヘイシャワー。健身しましょう。